吃饭。他不吃，王志刚才吃饭，你还有半块吃的，吃饭。后来之前刚吃了西瓜，他吃烫的，俺烫都行。给这个做替代的，对，这用。而且那你们李瑶是哪的？李瑶吧，那弟弟叫你。别那不吃，弟弟吧，行。那我领导这都不客气，是吧？那俺就吃他呀，这样子就俺操忙嘞。那个家伙，你领导都不让他找弟弟。看我在这都不客气，不是你，你累了都不拿啥去，你找点给俺主拿啥吃也不是，你吃了你，你看这个小孩可甜了，说谢谢，你尝尝，说谢谢了，可甜了，这梨子好，你这是小字还是咱梨梨啊？你看我没见过这么小，没我见过这么小，在超市原来都是这么大，对对对，都是大梨哈，咱这个小一看，你看小孩挺甜的，是呗？嗯。这也是买呀，人家是从树上摘的，人家去摘的，是吗？俺哄我去摘的，人家摘回来，人家给我这拿去，拿着那天吃的，在冰箱放着。嗯。人家吃没你？对。看见吧？我们吃对了。啊，还在这拿的。对。有货啊。慢慢的吃啊。哎呀，天嘞！好吃不？好吃不好吃？不腻。好吃，都给你说会儿了，是呗？嗯，你说谢谢，我都叫人写好几遍，你也不用写，是不是？不用写啊，吃吧。说呀。哎呀，到这时候咱没人生，你活在这吃饭吧。可不。活在这出去吃饭了。不，可不。你给我送了，喂！你看你给我送了这么多医药包，哈哈哈哈正好你给，正好你给那个王明来了，在这对到一块来，咱再去黄老我的哥大姐他家一下。不，回去啊。这不会。你爷在叫弄那肉嘞，碰弄不过来，我叫回去帮忙嘞。明天该上班，这都好久没上两天班儿。后来呢，我说不让孩子放教了，孩子放教了，我说去那儿，给孩子送嘞，孩子非要去老教嘞。你说你也去吧，就是。你说咱不种那么多地，到那儿帮帮忙的。对，差不多了呗，妹。买完了是呗，俺这都是不知道倒车来，来那还得自己去摆的啊。自个儿摆，直接大车开地上了。摆了了，都弄了了，过来。都弄了了，弄了了，正好玉米杆儿，人家别人要的时候，直接把玉米杆儿都搁到时候了，第一粒，然后再种小的。再种下就水果的。水果的。嗯。哦，那年上来个是啥时候？那是中秋前后。感觉都快过冬天了，是快过冬了，就是冷了那种。嗯，都到九月份了。人家种这个还行哈，我感觉。嗯，种这个比种小麦收入高，比买稍强点，最起码买两斤这是。嗯。买一亩地成1000块钱左右吧，这个，一亩地成2000。嗯，就是说那里这个还是那点儿。那边是不是家家户户种着？有的种，有的俺是有稻承包地，也是承包几十亩、100亩，承包多。话说这农村里种个事儿容易啊，是呗？可是不容易。嗯，给快吃吧。不吃。我没吃。俺我这没有。那叫。啊，你吃吧。给你尝尝。不吃。好吃还是甜？你吃吧。哎呦，吃什么呀？你这吃着了就吃多点，几罐吃个你们吃成了，不要在今天热在车上喝老多水。我叫我母哥找给你们了，不知道你吃啥。这个吧，还刮过你性嘞。哦，还吃着烫没？吃烫不吃来着？吃。那就那就回去那就明天吃。叫爸爸装兜兜里对吧？那就滚蛋。那明天吃，姐不馋明天吃。吃不吃啊你？不吃了，那咱走吧，走。走。不是，你别值班。不。啊，回去。这你别值班，在这叫给你哥打电话，咱那个是咱培养了，快下来。不。你光命就毁了。改天那个忘了，一会儿。有空了吧？好不容易对上人家，就是真的不是跟你开玩笑的。我知道你不是开玩笑的，但是那回去，还是挺好的。
我是说接啊接那个那个老海山民那也不谈几张白片没事回去回去啊就是你得值班这个回去啊那一路在那在屋都摸我是给回不了不行不谈几张白片谈几张吃完饭了你可走不我吃完饭我可走我饿的慌我吃饱了真的那一会儿媳妇都把我顶上来了这就是谁在这边你跟妈妈在这去买包吃饭了可走这边这还买包你一个人在这跟爸爸走走吧走吧走吧走你俩就是走吧走吧走吧那明天吧啊明天嗯走麦子可以吃啊当然慢点啊走了你在这玩吧一会儿黑眼睛往外头走啊。